姜涛、Eden、Anson Low 是 Mirror 极具人气的成员，围绕着三个人的是非亦都可以说是没完没了。日前一众 Mirror 的成员齐齐接受郑裕玲网上节目的访问，期间问到 Anson Low 今年有什么搞作， Eden 就衰多口搭讪讲话叫他剪少些指甲啦，结果令 Anson Low 未能答下去，由于突然截停人暂乱歌柄，令不少神徒感到不满，在网上狂轰 Eden 没礼貌，爵士亦都加入战团，变成双方粉丝骂战。不过两位当事人就继续专注工作，心情未有受到影响。 Eden 近日正忙住为新歌《油麻地莎士比亚派》 MV， 足足25个钟头没睡过。 Anson Low 亦都一样啊，22号联同姜涛、Stanley 在金钟出席品牌活动，大批粉丝一早已经到场霸位，企满三层商场。 Anson Low 心情相当不错，不时同神徒挥手，并以口型表示辛苦晒啊。